小七丢了，这怎么回事？没来我这儿，你们怎么连一只狗都看不住？哎，我告诉你，小七要是真丢了，我跟你们没完。 小雪，放心啊，小七他不是一般的狗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，好吗？来，走吧。你看一下啊，这个病人再看一下。哦，别墨，啊，干什么去？我做康复治疗呢。你病还没好，跟我回病房。我坐一会儿就回去，没事。好，跟我回病房。没事，我真……哎，医生，我不能回去。医生，你去忙。 等一下，小家伙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这是医院，这不能进去，快走吧！哎哎哎，嘿，你这小家伙非要进去啊？这里是医院，赶紧走吧！小东西，你别费功夫了，快走吧！ 小东西，你还是走吧。小七，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？哦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救援队的狗，它的训导员现在在里面住院呢，它很想它，所以就自己跑了出来。要不，您就破例让我们进去吧。不好意思，这里是医院呢。要不这样子吧。 我带他们两个进去，我保证不让他们进病房，然后也保证不让他们两个乱跑。您看行吗？这个，哎，你看，他都在跟你求情呢。那就进去吧，下不为例啊。谢谢啊。